一定不要错过2029年。2029年大家都几岁了？2029年的12号、13号、14号是所有女生的期盼，因为12号是除夕，13号是春节，14号是情人节。希望那天那个陪你吃完年夜饭，一起看春晚，一起迎新年，一起过情人节的人，是你喜欢也是喜欢你的人。